我想上个厕所。全军出击！哎，算了，死了再上吧。谢谢热阿兹克兹迪克，你非得在这死等死是那干哈呢？你就自己捡呗，你别让别人给你捡，你自己低头捡呗。万一都捡对了，没死掉，那不挺好的吗？有道理吧？划了一下，划了一下。哎，刚才居然有点小卡，吃药。哎，划了。哎，哎，划了。哎，划了。石头人很有胆识啊，胆子很大啊。W A 滑了，滑了，走了，回家了。可是这一波我们也行吧，先来个皮孩，管着啥呢？把皮孩的这个攻速给他除了。我不出分离者了吧，分离者攻速太慢了，虽然这有可能石头人会有点打不动。少了一个传送啊，银马只要有 W 就可以跟别人拼，这个技能是主要的技能，虽然它只升一级。先叠个 Q， 等个升三 ，Q 一下。Q 一下，扛兵也没关系，再 Q。不 Q 了，这人应该是回家了。哎，扣一下啊 ！W 扣，再扣 E， 四要扣往前走，踢回来 ，A 扣征服者触发，平 A 接扣，接 A， 接扣接 A， 接 A 接扣，扛塔了，马上升级，四秒，三秒，两秒，学个 E。W 一开套点盐，接个平 A 换了，买个药光，我没有传送，换了不亏。其实我应该先出水银孩的，对吧？驾！石头人人呢？看着点塔皮啊，别丢了。人不见了。打我吧，打我你就别收兵了。插个眼儿的，这波我们可以升个六试试看。没有攒到两段 Q 的时候，不要让他 Q 我们啊。不跟我打了，不打算了。
推完这波线回家。走了，哟，他正好升了，我们正好走了，一切都是这么正正好好。回家出个水银海，他们的灵魂在祈求着解脱。Enemy rampag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应该能杀。开个预言啊，驾，直接点炎，给大招收回来，他蓝不够。赶紧吃几层塔皮，哎，这石头人闪现是不是一直都没交呢？你可少吃兵啊，我告诉你。走了，吃口屎。有蓝吧，应该看看蓝 buff 有没有啊。哎，这河蟹有意思啊。驾，把蓝 buff 拿了，三项是2333，我们差1000块钱。好，蓝 buff 有了。这波不太好打，等个6秒有 W 的再打。走了，回家了。石头人去哪了？不管了，回家了。把这个除了，这个也除了，双800。三项这玩意儿，那合成的钱这么贵呀？还好我这玩的是个银马，这把玩猴都赢不了，就这么送的话。给我把上路塔推了，先攒个耀光被动啊。先拆塔来，啪，好大好闪，
现在就看谁拿这个人头了。你去打个那个蛤蟆去吧，吓住这俩人，我看看啊。你别怕，来，传送来。你还真是什么也不怕呢啊！你还真是什么也不怕呢，硬拆我的塔。又是锤石，这什么玩意儿呢？来，驾！拆塔，走了。他不敢上，没事，先回家。我先出死亡之舞的话会有那么点脆，烟给秀了，他出的动工啊，哎，这石头人啥意思啊？呀，哎呀，这波没到。这波有大就好。你去守塔去呀。刚才又有个大招，就双杀，还是出装备出错了。我不出死亡之舞好了，太脆了。这我要是刚才出的是板甲的装备，我就双杀了。我的血量如果足够，我让吸收他们一波伤害，刚才就双杀。出错装备了。先去打个蓝的吧，正好蓝不够用。中路咱就不去了啊。哎，可以去，够的，好大的发条，先刷一下发条啊，有闪现，耗点盐，好走，
往哪里走？有没有红？哎，可以。发条杀了，不错。我们把他鸡给他偷了。把中塔再拔了，上路找石头人的驾，你先打，我就找着石头人。原地回城了，哎，怎么还能原地回城呢？再带一波吧，再带一波，我们传送好了。回家，死亡之舞配小板甲。这就跑了。驾！这不能去了，这都没一个队友，也不知道干啥呢。那机器人怎么不跟呢？白踢了吗？你们这么多人杀我一个，我的天！先杀个梅恩呐！大给的还行，就是没什么用，对面控制太足了。我能恐个四五个，刚才这波但这维恩打人太痛了，看来不行啊，看来得单带呀，跟对面打团打不过呀，上去勾，净勾的小牌子，上啊！石头人也能死呗，先给他踹飞机。我操，这伤害！那石头人还是他妈个崩的石头人，打了半天人家大，哎呀，踢错了，我可以杀，给我杀，还让人捡灯笼还给捡走了。小龙，你的血也太少了吧？啊，不打了，打不了。你这么点血，我们打啥呀？给了。下条龙再抢吧，给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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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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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那小黄毛就二十点血，20%的血，打个屁吧！
先跑啊，别着急，他勾我没用，我们先走，回头杀武器。哎呦，我怎么死？死亡之舞是吧？你们家这团战好难打呀，没有伤害呀，没有一点伤害呀，啊，没有啊，嗯，这维因杀不了，得想办法怎么看能把这个维因给杀了。我要硬往里进还不行，因为我们硬进他们就肯定是激活我，他激活我，我三秒就没。杀维因能赢，不杀维因赢不了，杀维因他们家就没有伤害了。那怎么才能杀这个维因费劲，他们家这锤石旁边一直保，后排还扛不住武器，哎呀有点僵局了。队友搁旁边，维因死了还能打？总是这种 ADC 且的伤害太高了，你要换个什么卢仙这种的啦。换个什么女枪卢仙这种的，侠啥的，这倒还老是这种 ADC 起来，六下我就没，都不用多点六下我人没了。人家上路混吧混吧，勾着都打不死啊。守基地吧，打人太他妈疼了。你瞅着，勾着我六秒六下吧，就六下，我人就没了。这石头人能超神，我的天哪，真牛逼！大龙试试吧，我打大龙赢不了，来吧。只能打大龙试一试了，打大龙我估计也赢不了。也费劲，先把他踹出去。武器还拿得轮，投了吧。
野马的英雄不行啊，碰着维恩这种 AD 杀不掉啊。但其实维恩这英雄起来啥也够呛，什么英雄也杀不了。